刘德华同刘青云出席电影拆弹专家二杀科研，两位相隔17年再合作，有冇顺便聚下旧啊？冇嘅，因为其实我哋拍得好快嘅，即系嗱，林迪坐低，导演就话咧，你啦，系嘛，得俾你哋咁样，即系想话讲两句，佢就话想倾下偈，得俾你哋咁啊，就走过嚟，喂，拍得啦，你哋而家再倾。近排大家都好惊剧透，不过青云呢日就唔小心讲咗套戏个结局系悲剧啦。我冇讲结局啊，悲剧嚟噶嘛。系啊，系啊。香港有边个戏唔开？几开心拍咗呢部戏咯，几开心。因为呢部戏又唔知点好奇怪，你拍嘅气氛系真系又好似几开心咁。因为可能嗰个戏真系又比较沉重。你有冇压力？我其實日日都有嘅，我唔拍戲嘅時候壓力仲大，拍戲嘅時候可能壓力細啲。佢比較我。